I'm a Daigou. 我就是一名Daigou。Daigou就是利用各个国家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，还有汇率之间汇率，然后赚取差价吧。我是乌克兰的某个学生，然后今年年头开始在这边做Daigou。就是我是一个Daigou，算是一个不是卖家，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挑货送货的这么一个人，我赚的是中间的差价。这老大不小了，不能一直花家里的钱，而且吧，这英国这物产丰富，而且中国它其实商品什么的没有这边那么便宜，然后所以就可以当一个搬运工，然后既为自己谋利，也为国人谋利。就是本来就对潮流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想去尝试去做这个事情。之后就慢慢开始做奢侈品，还有潮牌。比如说大家现在中国年轻人很喜欢的纪梵希啊。或者 CL 的鞋子啊，或者说像 YSL 这种奢侈品的性质的衣服啊，还有鞋子啊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包包。我有个叔叔让我Daigou一辆车，我刚开始听还挺奇怪的，我不知道居然还能Daigou车这个东西。然后后来出来了之后，然后查了一下吧，也知道就是如果在国外上学，然后读研毕业了之后，确实可以带辆车回家，但是就是一个人只能以只能以一个人的名义带一辆车回去，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挺新奇的。好多Daigou都是带包啊、奢侈品啊之类的，但带车真的头一回听说。家人或者朋友，然后如果有什么想买的东西，就会先问我，就会发图片给我，然后问价格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说，然后说了之后他觉得 OK 了，然后我就会去买。买完之后就会邮寄回中国给他。这个快递还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他回中国的话，他都有一种东西叫做关税，然后你如果买的东西特别牛逼的话，补关税补的价钱要很多。然后但是呢，就是这边问了问，差不多的快递公司一般都不包关税，所以就找差不多的，然后只要寄东西的时候注意着一点，就把那些贵重的分开寄，然后把那些商标什么的该撕的都撕了，然后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几个月前，当时 MND 一双阿迪达斯的啊运动鞋刚火起来的时候，当时全球都是疯狂的抢购状态，然后大家都是，就全世界都是一鞋难求的，所以当时都是到处在找这个鞋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在一个商场的一个铺位找到这个鞋，然后但是他每个人只能限购一双，所以我跟我的同伴就先在二楼买了一双，然后我们过了十分钟绕回来又在一楼买了一双。 YSL 的星辰口红，圣诞限量款，然后它在出之前，只有在英国出之前只有美国有，然后好多人都问，然后我姐也问我，然后国内的京东都拍到900块钱一只，然后后来 YSL 通知我说有货，然后我又去排队了，他告诉我两点开始卖，
然后我一点去了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，而且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，然后好多外国人从那儿过都会很好奇，店员 YSL 的店员也拿着星辰的口红，然后和排队的中国留学生 合照自拍，他们应该很少见这样的，全都是中国人。26磅的口红在国内能拍到900块钱。然后我觉得这态度非常不好，就有一次我去韩国玩，其实那次没有想代购，就是亲戚朋友比较多嘛，然后就帮朋友买，然后就是让我特别生气的是，那块有一个商店上面写着亲爱的中国客户，您要的商品已经完了，怎么着，就专门只针对了中国客户，又什么什么的。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讽刺的，好像中国人就是只会买不会干别的，干嘛的。之前有去过法国啊，意大利啊，甚至是瑞典，然后都会帮朋友买东西。然后在英国本地的话，伦敦、曼城就经常去了，可能一周跑个3-4次也非常正常。一半，差一半。你像国内的话，买一支口红要，如果是好的，比如说，圣罗兰，或者比如说 Tom Ford 这种，要380往上，在这边大概300出头就能买。不太了解，说实话不太懂，因为我以为，它就像是，你帮别人，其实像买礼物吧。主要任务是学习，这个就是赚个零钱，这赚个零花钱，但是其实我也没怎么赚钱，所以还是怎么说，代购需谨慎吧。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是特别缺钱，尽量不要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危险的，如果真的查到你的就是本人身上，如果你因为这个有了不良记录，挺不值得的。其实我还是挺那个，就是挺感谢这一段经历的，因为我接触到好多不同的人，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也不能说身段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性格吧，你要放下自己的脾气性格，然后去迎合别人的趣味。这个圈子的人说一下，就祝你们好运嘛，然后加油，就功夫不会负有心人嘛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你努力去做，去找门路，去找到对的方法，你一定会成功。